公务员如果连拿三个丙等就要回家吃自己，而且机关每年都要有3%的名额得打丙等，让不少公务员恐慌。而全序部呢今天说，公务员不要紧张，要考虑采用一个优等或两个甲等就可以抵消丙等的方式，让公务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而且考绩丙等并不会连年终奖金都领不到，只是这样会不会有今年打丙明年打优来轮流吃丙呢，还要观察。